生存者是我凯莉。为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赛，我精心准备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活动，已经等不及要向 Free Fire 所有的生存者们公开了。想不到吧？你各位啊，即将可以在 Facebook 上随时留下讯息与我聊聊天呢。我会告诉你们世界大赛有哪些你们必须要知道的事，并回答你们的所有问题。等不及了吗？因为我也是。我来展示一下进行方式，这超简单。如果用行动装置，前往 Free Fire 官方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按一下传送讯息，我们就会透过 Facebook Messenger 互相交谈。如果是用网页浏览器，前往 Free Fire 官方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进入页面就会弹出聊天室视窗。除此之外，无论何时，只要看到贴文上有我的个人档案图示，记得在底下留言或传送讯息给我，我就会马上回复讯息给你哦。我很期待与大家分享有关 Free Fire 世界大赛的一切资讯，以及介绍各个努力拿出最佳表现、荣归家乡的队伍。只要你在线上，我需要有人聊聊，就来与我聊天吧，我可能会给你一个惊喜哦。所以去看看吧，等你们呢。